我来自中国广州，我们公司是广州海山游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我们现在在这个项目，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可能要继续2年的时间，我们完成这个项目，然后，由我们公司聘请的专业团队会在这里建设这个项目，管理这个项目。